但是
这第二条反而他的话对异性恋造成影响，其实是后来是这样。现在的话，通过 S 法案之后，实行伴侣制的人是90%是异性恋。那年轻人结婚的时候，那我们伴侣选择伴侣制，伴侣选择婚姻制，所以这个的确是对婚姻这个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这是事实，可是当他只有同居不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少了一些保障。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伴侣制度，也给他一些保障，因为他们去协议我们伴侣之间需要做些什么，需要尽什么义务，这个就是伴侣制度。这个我就是一个需要，当初那个伴侣制度是给同性恋的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这个法条的制度还没有完整，所以我们应该考虑一下说。这个法条你通过之后，你造成的漏洞、造成的困扰，会不会带来的保障的问题？那因为的确，我们的伴侣制度，如果说照那个法国的步骤走的话，异性恋，可能下一代的子女可能有一半的人是未婚的。谢谢你愿意说话。希望说，毕竟我们今天的例子是。他们需要结婚权，他们要权利去选择他们能不能结婚，不是由你们来决定的。我就是这个同志，我知道结婚，我父母就支持我，就因为你们这些我不认识的人，我不能结婚。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我也是我爸爸妈妈生的，我爸爸妈妈支持我是同志，我爸爸妈妈希望我能去结婚，我能跟同性去结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凭什么反对他？我没有反对，我只是说。那你们今天来这边干嘛？你们今天来这边干嘛？我是台湾人，为什么要去国外结？可是你的理由没办法说服我们呢、啊？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到国外才能结婚？那如果没有钱的人，那他怎么办？你要去补助他吗？你要捐他钱吗？祝福我们没有，还是没办法结婚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相等的权利跟我们要的这些资源。我是同志，我是台湾人，我要在台湾结婚。婚姻平权，同志成家，同志成家，婚姻平权，婚姻平权，同志成家，同志成家。我们不管什么，就是用后代里面要去负责任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这样已经看见说，这样已经本来就已经够混乱。台湾的离婚率已经很高了，我们不希望这个年代又搞成更混乱。男女配不清的话，下一代我的孙子要怎么弄？他叫爸爸叫妈妈。我觉得说你就是认养很多的孩子，你要什么爱心？我真的很欢迎红十字会让你们去认养100个小孩、1000个小孩，我们都很欢迎，大家都鼓掌。我还跟你歌咏一下。可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东西不是很真理的东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尊重你们，我们爱你们，因为毕竟这个时代已经改变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不希望你以少数来挟持多数人的意见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属于大多数不老的，就是大多数我们看的都是一个爸爸、一个妈妈、一个小孩，大家就有叫爸爸叫妈妈，他说搞不清楚，叫我爷爷叫奶奶了，就搞不清楚了。我是个老奶奶，所以我是很